囝，五百一盘。等下。我敢有叫唔对是？当然唔对啊！你拢无咧看电视新闻哈？唔捌听过禽流感吗？老板，两碗大米。好，进来。等下，你要怎？我去提小菜啊。免啦，听你讲这句话，知你这个人哦，足外行的咧。你想看卖吼，咱食大米吼，就是要食这个汤头嘛。啊，你若配小菜，汤头的滋味变啊食会出来啦。袂使食。我到这久吼，我含文荣熟悉了，我着三不五时吼，爱请伊出去食饭啦。啊，你这样子，啊，你不是讲买从我来食好料，食这哦？安怎？看袂起咱台湾的小吃大米呢？不，我哪敢看袂起啦？头家啊，五百一盘。等下。我敢有叫唔对是？当然唔对啊！你拢无咧看电视新闻哈？唔捌听过禽流感吗？我去提小菜啊！免啦，听你讲这句话，知你这个人哦，足外行的咧。外行哦。你想看卖吼？咱食大米吼，就是要食这个汤头嘛。啊，你若配小菜，汤头的滋味变啊食会出来啦。袂使食。这个视钱财如第二生命的黄月香，在对待别人方面是极尽所能的节俭。所以他每一次带林文阳出来，都是在路边摊吃着达米。不过，他对林文阳的企图是别有用心。如狼似虎的黄月香，在林文阳的身上下了本钱跟时间，总想得到回报。在黄月香的连哄带骗下，林文阳忐忑不安地来到房间外。黄月香打开房门，林文阳诺诺不安地站在门外，却被黄月香给一把拖了进来。随即他将房门关上，顿时林文阳就像只误入丛林的小绵羊，惊骇起来。月香姐啊，我是卖艺不卖身的啦。你要看什么表演吗？你讲我想要看什么啊？叶香姐啊，你要看我跳舞不？我跳那个肚皮舞好不？啊，你连干嘛叫肚皮？好不？啊，你跳啊！好啊，免跳啊，去洗身躯。洗身躯哦。我汗都还袂流呢。叶相姐啊，你是买我的全场嘛？啊，即马我拢无跳，时间哦差太济。我甲你讲哦，我这个人哦就有职业道德。那安尼，好啦，卖跳舞啦，我表演别项的才艺好不？免啦，恁祖妈开钱吼，毋是要看你表演才艺的了，我是要叫你甲我吼到拍会啦。怕会，无会相处啊！你怕什么会？伫家啦。
吃。吃你都唔捌。喂，给给给！哎，燕姐啊，你袂用乱来呢。我哪有乱来？正经的啦。啊，姐啊，袂用姐啦，我刚才会跳舞尔啦。不要紧。你走袂去啊？哎呀，姐啊，袂用姐啦，姐，等你。我姐来了，等你。到底是在做？燕姐，卖啦，卖啦，卖。别打他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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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你要家己起来，还是我得去啊？我起来啦！我起来啦！妹，我咧骗你的。我累去。啊！啊！啊！